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子轩。今天呢，我来到我的母校来挑战啊、叫十个人订阅我，陌生人哦。OK， 好，这是我姐姐，陪我一起尴尬。那边真的太多人了，我怕太尴尬，所以我来一个隐秘的角落来拍。现在我们先去找十个人不认识的人，我是 YouTuber， 然后我要挑战哦，叫十个人帮我那个订阅，所以你要不要订阅我？叫我。OK， 来。谢谢你，来 ，OK， 现在我帮你找 ，OK， 不是，啊，这里先订阅，记得啊 ，OK， 谢谢你，拜拜。去电话，然后找他，他忙了，他说有拍，有，这里有拍。我要拍你，然后我把我的推特截取，要是我的手机上是什么？哇，这个也行啊！谢谢。你要记得分享给你朋友看到哟，谢谢。耶，我遇到朋友了。你订阅我这个朋友，你订阅过我 YouTube 频道吗？有啊。We can talk English。OK， 这个朋友他叫李永信。我们去过。你要上我 YouTube 频道。没有，订阅报。那你们领，拜。我现在已经有三个人了。但是你们要上镜，愿意吗？愿意上镜吗？你会介意吗？所以我要拍 video 给你们。OK。好，我现在来找你们，因为我要挑战十个人，因为十个人订阅我的影片，所以你们要愿意订阅我的影片。那今天有几个人啊？那今天什么？
你们几岁了？十七。哦，十七。请问是这个吗？啊，对。对、okay, 谢谢你们啊，你们订阅了吗？订阅。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因为我今天找十个人嘛，刚好找你们就第十一个人了。对，谢谢你们啊。啊，对对对，你会介意吗？啊，不会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可以啊，因为我怕你们不介意。OK，OK、okay, okay.。十一个人了，所以成功了耶！ Yeah, 我们现在回家哦。OK， 如果还有人，我再排啊。但是现在我们回家。OK， 成功。哇！耶、yeah, ！我从那地方回来啊，我终于挑战完毕了。最后总共十一个人，但是途中有很多失败，没有关系。然后我就一直坚持，到最后耶、yeah, 啊，十一个人。然后我subscribe现在271了，所以继续加油。所以我总结来讲，有些人呢，你要尊重每个人，因为每个人有些人会不想上进或者什么，所以一开始呢，我去问他们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先开机啊，没有先开那个就是那个拍影片的东西，我就问他们接不接一些，因为有些人会接，所以就一个一个问，要尊重人家。然后果不其然，对。我用成语了，哈哈，开玩笑，开玩笑 ，OK， 我等一下想一下，我在里面有应该有有差不多三四次失败啊，但是我还以为我挑战不成功，但是到最后我找到一个 group 十个人，然后直接挑战成功了，而且还加了一个十一名，所以主要不放弃的后不放弃的那个叫什么成果哇，太开心了，所以我的母校也是超美的，但是有点影响太大。正常啊，这种地方一定要影响大，只是我拍影片，我又怕尴尬，所以我就找那种比较，就是安静一点地方。但是哦，我有遇到很多小学朋友，他们呢就很尴尬，没有办法，小学朋友嘛，看到我有点尴尬，是不是拍影片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他们有点尴尬，我就找点不认识的，然后才不会尴尬，是不是？我很开心，这次可以挑战，而且也是我第一次突破去去跟讲一去跟陌生人去订阅，这个很厚脸皮，看我脸皮几厚啊，代表是这样哦，所以我也很开心啊，这次可以做到这个挑战，所以我很谢谢那些上进的朋友，也谢谢那些拒绝的朋友，但是因为他们是不是拒绝的，可能他们不喜欢上进，所以我也很谢谢他们，因为他们尊重，他们没有不可能，他们没有直接骂嘛，是不是？他们很尊重，所以我谢谢你们，可以让我有这个影片，所以我希望我的影片可以破1000订阅，在这个今年，所以我考完 PDQ 就一直发影片了，我也是差不多考完 P 要考 PDQ 了，所以考完 PDQ 过后就可以拍影片了，就发影片了，对，还有很多精彩的影片，如果你们还希望我再拍 Part 2的话。就按赞超过50个我就拍 Part 2，然后拍 Part 2呢我就用其他方法拍，至于什么方法呢我到时候再想，影片就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哦，这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点，睡觉的大提琴，安静的久久的，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，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我，你说你也会难过，我不相信，牵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，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，我才会逼自己离开我，你要我说多难堪，